接着看到这400多年的第一次，鹿港天后宫的湄洲妈祖和嘉义铺子配天宫举办了一场联合绕境的活动。昨天清晨呢，从鹿港出发，晚间驻驾在嘉义铺子配天宫，随行的阵头多达80多组，相当的热闹。而鹿港妈呢，也准备了6万份的压轿金，要提供民众索取祈求平安。80多个阵头和友庙浩浩荡荡行进嘉义铺子市的大街小巷，为鹿港天后宫湄洲妈祖开道，十分热闹。鹿港天后宫400年来还是首次举行联合绕境，经过一整天的徒步，终于抵达铺子配天宫，庙方准备盛大的迎接仪式，欢迎鹿港妈祝驾。那受到我们铺子啊，配天宫以及我们配子这么多乡亲啊的欢迎啊，万人空巷，非常的开心。两宫的妈祖啊也在这里啊，经过百年的聚会啊，今天得以啊彼此啊终于结缘。那么希望讲啊，借着啊咱鹿港妈来到配天宫这个历史性的意义啊。咱所有今仔日的参与吼，这个盛会每一个人都是咧共同咧描写这个历史。为了这次前所未有的联合绕境，鹿港天后宫也准备了6万份的压轿金，套上印有天上圣母大福的专属封套，在现场发送给民众。成千上万的信徒涌入铺子配天宫，祈求两位妈祖赐福。周末夜宛如一场盛大的宗教嘉年华会。民视新闻郑荣文嘉义县报道。